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华，很高兴呢第一次来到彰化开职业鼓手课程，也特别感谢公文店长民江工学社大力赞助协助。时间呢是这礼拜六7月13日晚上6:30到9:00，时间还蛮短的。地点呢是在彰化县北斗镇中正路181号放音乐乐器店。这次的课程是600元，我会把我这次呢讲座的内容会浓缩，尽量以职业鼓手的课程去做一个分析，不管是自己的经历演奏方式、曲风曲向、总谱以及手法应用方式，跟大家做个分享期待与你相见哦，谢谢。